好，我先下楼了啊。楼梯还是蛮宽敞的，还拐个弯。地毯是不行了哦，地毯全部都换了哦，地毯很糟糕。然后呢，这地板不错，这地板这个也不是不错了，反正是及格吧，及格水平吧。这个门得好好刷刷漆，打一打。然后呢，这里一个火炉。这个过来，然后呢，这个厨房，这厨房不错，它这个抽油烟机啊，还有哎，看管道在下面，看见没有？然后呢，看它这个地方，还藏了一个很大的房间，嘿嘿，看见没有？呵呵，还好，好好玩呢、哦。我突然发现，不知道以后家里怎么回事。嗯，对呀、啊，后院很大 ，OK， 后院很舒服，很大。车库是下个台阶啊，我给你看一下。两个车位，那个车库门有点问题了。这一扇门大概是400块钱，300块钱，加起来是600-700块钱，换了两扇门。